9月6日，电影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在香港举办首映礼，虽然主演张孝全、白百合、范玮琪等均缺席，但影片还是得到了黄百鸣、吴千语等到场支持。赵雅芝更和丈夫黄景生结伴捧场，并现场增色不少。好友朱玲玲最近荣升当奶奶，弄孙维乐相当开心，不知道赵雅芝会不会心生羡慕发催生令呢？自己三个人发的朋友圈呢？我们是很被动的，因为始终是他们年轻人，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决定咯。最近全新留港工作的林峰终于不用和女友相隔两地饱受思念之苦了，心宽则体盘体重也是蹭蹭往上涨，被报道胖了10斤。不过女友吴千语却先瘦了不少，难道两人这是在玩肉肉大挪移的游戏吗？我有看那个报道，我觉得有一些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我就是天生很瘦的，怎么吃都不胖，所以两边都会有烦恼，就是可能想胖的胖的又不胖，想瘦的又不瘦。虽然吴千语林峰是因戏生情，两人早前有过多次合作，不过自从公开恋情后，两人同台的几率几乎为零，让大家对两人的合作非常期待。吴千语也满足大家心愿，大方表示不排斥合作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